气的瑰丽，身份相当矜贵，眉头笑眼睛雕金砌，使你着迷。眼中红红热烈来做势，一句话即可得到一切，大能智慧气派绝世，绽放光辉。望远想以心中美善，看到世间美丽，自信心能目空一切。你眼睛看出真与伪，送我最深一世，路再弯两心依然默契。望了天众星光灿烂，那似我心美丽，自信心能目空一切。伴你走纵千载百年，也会信守一世，爱到底似金坚全万世。皇上打算送一批金器俾吐蕃赞普，呢件差事关乎两国邦交，何其严重！我怕我真系做唔嚟。单凭你娶到我呢个刁蛮公主，就知道你绝非常人，而且能人所不能。我团火翻晒嚟啦！又系佢唔系我亲生啊？咁点啊？你哋同亲生爹娘根本冇分别，你真系特厥人。唔单止我系。你都是特厥人，特厥人是我們的宿敵，你是敵人朋友，即是我們的敵人，大唐人就是幫外人，你是禮義廉無恥，我的國心全無，我們走。認住這間店，你是不是幫襯他啊？直情是混路行添啊。你們都很憎特厥人的，那又不算，不過既然就是一家人，一定要敵蓋同仇的啦。你哋對我真係好啊！更好啊，仲有啊！今日鋪頭咧有批新貨運到，我哋要翻嚟跟一跟，順便咧揀幾件精緻嘅俾你哋成親。要啦要啦，多謝。好啦，我哋翻鋪頭先啦。有為啊，一表人情解布匹啦嚇。我哋行啦。上天真係待我不薄，我終於都感受到家庭温暖啊！未來奶奶中意食你啊！哇，咁酸嘅！之前幫襯過啲李明明好甜嘅喎。嘿，唔同品種又唔同產地，啲味道就梗係唔同噶啦。又會咁嘅，唔買啦。其實都唔出奇啊！就算同樣係骨子，分別栽種喺淮河兩岸，種出嚟嘅果實都甜酸有別。古人都有話嘛，骨如淮兒子。咩咩咩兒子啊？唔明啊！其实人都一样啫，同样是特厥人，都有好人同坏人之分，未必个个是坏人嘅。你帮特厥人讲说话？如今天下太平，过去嘅事系咪可以不勾销呢？豺狼就系豺狼，一世都唔会变噶。冤冤相报何时了呢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啊！我爹娘就系死喺特厥人手上，我呢一世都唔会原谅特厥人噶。特厥人何尝唔系饱受战乱，妻离子散啊？你咪讲过，特厥侵我国土，啲男人战死沙场，害到啲女人个个变成孤寡嘅，你唔记得啊？我只系唔想你咁劳气啫，嚟一笑翻啦，我哋食碗面先啦。日日都见面，仲食面？唔止添，我仲要拖到你受。以后啊，唔准讲特厥人啊。哦，走啦。丁大人，叶芬芳头婚事要取消。点会咁噶？佢同男方相睇嗰阵，仲话一见生情噶。男女双方嘅家人原来世仇嚟噶，仲闹交闹对官衙门口，真系天意弄人。既有世仇，就冇可能喺埋一齐，注定有缘无分。几难受都要分，分啊分啦！有为，有为啊！今次弊啦，我哋啱啱收到封家书，话家乡嘅祖坟咧遭天雨冲毁，要我哋即刻翻去收葺啊！系啊，但系度银屏成亲在即，今日都拣咗咯。而家我哋都唔知做得边样先，搞到我哋如坐针毡。梗系以祖宗山坟为先啦，离开长安系最安全。咩安全？长安好危险咩？祖坟倒塌咪危险啦！我哋丁家子孙同祖先一脉相承，
祖先不安宁，我哋就眼擎擎；祖坟歪倒不正，子孙必定花果凋零。所以一定要先回乡安顿祖坟，再回来成亲，咁就万事大吉啦。有道理，阿爹。咁我先向朝廷禀报请假，再同你哋回乡一行。好。咁你同阿银平佢交代下啦，吓。分啊？咩？咩分啊？我讲公事啫。鸳鸯就颜色艳丽，荷花就清丽脱俗，咁两样都收啦。我手细麻麻，我怕我瘦到天光大早都瘦唔好。呢间铺真系好好噶，地点适中，风水又好，价钱方便。就你一家人要识避忌，唔好冧三冧四。我再翻去同大哥佢哋商量下先。咁你考虑清楚再通知我啦。咁告辞啦，万幸。阿死，你都要嫁人咯，见嚟又点啊？好靓山楂水啊！山楂水，好靓山楂水啊！山楂佬，山楂佬。山楂水，好啊。唔好意思，得翻一碗啫。哦，咁你要？你要啊？你哋使乜你推我让啫？你哋识噶嘛？一人一半咪得咯。哦，都好啊。好啊。啊，三少，多谢晒啊！你真系我大恩人啊！哦，大家乐，唔使客气。你个头嘅伤势好翻未啊？啊，冇咩啦，搏晕咗喎，点会冇事啊？乜你受伤咩？咩事啊？哦，冇，我遇劫啫。好彩我打更经过啫，见阿三少佢晕咗，我孭佢翻屋企咯。好耐之前噶啦。嘿，冇几耐啫。嗰晚落大雨啊，我孭完你翻屋企之后，过两日你使人送啲银两俾我啦，咁我先至有钱同我仔医病啊。落雨系咪初八嗰晚啊？系啊，我仲记得嗰晚我仔搞肚痛。原来你冇去龙凤店，唔系嫌弃我，而系遇劫俾人打晕咗。有啲嘢系整定嘅。咁点解你由得我误会你啊？当我想同你解释嗰阵，你已经拣咗宇文公子，皇上仲赐埋婚添。公主都知道呢件事，系我请公主行过方便，叫佢唔好讲俾你知。你既定婚盟，又何必再节外生枝？唔通呢啲就系叫做有缘无分？我同你总系失之交臂，总系错失良机。一切已成的局，点解我咁蠢？到头来。我个心仲隐隐作痛啊！你唔系蠢，因为你不贪不怨，不护不欺，总系带给人欢喜。你要记住，永远都要开开心心，咁先至系唔四得。我记得三少为我打伞，你仲为我做嘅抢命锁，你叫我点样忘记啊？阿四，唔好再回头，你要珍惜眼前人。我相信好多年之后，当你儿女成群，你就会庆幸今日所做嘅决定。宇文公子唔单止系一位大善人，对你仲情深似海，系个如意郎君。你嫁俾佢一定会好幸福噶。阿四，我衷心祝福你同宇文公子白头到老，永结同心。我都祝愿你。早日寻觅佳偶，共偕美眷。启禀皇上，偏收大唐金器典籍一事，
微臣正在考据金冠银阁几个部分，预计年底就可以大功告成噶啦。好，参见皇上。楚国大将军洪彪勇求见。哦，传末将叩见皇上。洪将军，此刻你应该驻守边陲，何以突然入宫？回禀皇上，少府监运送发起到吐蕃皇宫，运送队伍竟有乱党，趁宋阵发气于赞普之际，在皇宫施放硫磺复火，引起爆炸。末将得此消息，于是快马入宫汇报。咁可有伤亡？有十数人受伤，包括吐蕃宫中臣子妃嫔，此刻是否当场被捕？乱党当场自刎，赞普雷霆震怒，指斥大唐以运送发起为名，实质图谋不轨。华英家，少府监负责运送发起，何知底蕴？禀告皇上，微臣正在忙于编修典籍，此事交由三驸马金多禄负责。是三驸马？三驸马绝对不会是乱党，微臣相信他只不过受奸人所害，牵连在内。三驸马既是负责监督成运，此事难辞其咎，吐蕃受害问责亦是理所当然，此事涉及两国邦交，必须妥善处理。吐蕃果然中计，以为入皇宫捣乱放硫磺复火的是李唐人。金多禄是九皇帝的女婿，他最痛惜的就是三公主，外屋及乌必定会放女婿一马的。那九皇帝给不到吐蕃一个交代，两国自然兵戎相见，而我们就坐收渔人之利。吐蕃和李唐就在前门周旋，我们乘机就在后门放火，趁李唐他兼顾不下，就是我们特缺出兵之时。突然间眼眉调嘅，眼眉调左胸右吉喎，系定系左吉右胸啊？三王姐，三王姐，三王姐，参见五公主。咩事咁急啊，五王妹？我刚才入宫想同父王禀明同五驸马复合之事，点知传来噩耗啊！咩噩耗啊？有乱党混入送发器队伍，仲喺吐蕃皇宫里面以硫磺复火伤及臣子同妃嫔。今次嘅发气送阵，正正系三驸马一手策划噶。佢今次实闯下离天大祸啊！此事牵涉两个邦交，非同小可啊！吐蕃赞普必定雷霆震怒，追究到底。公主，不如马上入宫见皇上咯。嚟唔切噶啦！父王已经派咗洪将军出宫捉拿金家人等，恐怕佢哋已经抵达金家。嫲嫲简直系逍遥物外，呢头话去静养，嗰头就同班善信去游明山大村。好先送行，见到佢笑口吟吟，真系羡煞旁人啊！驸马，驸马，公主你做咩啊？娘亲，请指导，金家接旨，奉天承运。皇帝诏曰：金多禄有负圣恩，失职失衡，监察不力，以致乱党有机可乘，藉运送发气而混入吐蕃皇宫，损及人命，破坏大唐与吐蕃两国邦交，实乃滔天罪行，举家株连，罪该万死。钦此。人嚟，将金家人等押下。系。我已经唔系金家嘅人，你冇权拉我。三公主，末将皇命难违。本公主有话要说，只是劳烦各位稍迟片刻啫，系咪咁都唔得啊？将军，你刚才入嚟嘅时候都见到我掌掴我奶奶噶啦，你哋都见到我有几心狠手辣。冇错，我亲眼目睹公主尊卑不分，面慈心狠。任凭都可以做证，公主横蛮霸道，令人愤怒。佢系我家姑，我喺大庭广众之下，竟如此大逆不道，有歪伦常。殴打家姑，不但触犯七出之条，仲干犯二绝之罪。即使金多禄唔愿意，官府亦都理应逼令金多禄与我李超阳二绝。由此刻开始，我与金多禄解除夫妻名分，此后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，和福之事亦各不关联。好，绝得好。为表决绝，我要与你堂前三击掌。一击掌，
盟誓化云烟，割断白头之约。再激将，夫妻情缘尽断，从此劳燕分飞。三激将，你我恩断义绝。我同李朝阳从此各走各路，我嘅生死再与佢无关。走咁远，公主，你即使无力挽狂澜，你都无需追随。我只愿黄泉路上不相逢。朝阳会俾你踏上黄泉路，我哋会喺黄花路上再相逢，烟雨道上笑春风。人哋押佢走。系。阿奶奶，你小心，黄少卿有身孕噶。武宗，阿小心，武宗，三少最重要。吓？参见三公主。彭公公，马上同我通传，我要见父王。禀公主，皇上无暇接见。我有要事要见父王啊。皇上有旨，唔会见人，恕难从命啊。父王唔肯见我，我就跪到佢肯见我为止。真系闭门家女作，祸从天上来。都是我闯的。二哥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们个个都有份怂恿你接这份差事。希望二家嫂打我这巴掌，可以为我们金家扭转乾坤。其实好彩二嫂情急至深，如果连她都被人捉埋，真的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为我们求情说话。但是这样就难为出二弟啦。我同娘子情比金坚，即使是义绝，只不过人前人后一个藉口啫，无咗我哋两个情深义重。如今我同佢激掌断爱，我既喜且悲，喜嘅就我娘子可以幸免于难，而悲嘅我怕同佢从此会阴阳相隔。二叔，大肚婆好邪门噶，就算几大煞气都挡得住，我哋一定开防空化吉噶。嗯，冇错，二家嫂足智多谋，一定有法子将我哋营救。话晒啊！二嫂都系皇上嘅掌上明珠嚟噶嘛，咁皇上啊，点会舍得俾佢守寡先得噶？系咪？嗯，我谂皇上等吐蕃下咗啖气，就会放我哋噶啦。系咯，皇上都系吓吓我哋嘅啫。我系清白噶，我冇做过半点危害江山社稷嘅事，我点会有罪呢？皇上断唔会冤枉好人，佢爱民若子，一定会为我哋作主。小风波嚟嘅啫，我就安心喺度养胎啦。嚟，呢头讲完啫嘛，呢头就嚟放我哋啦。皇上有命，帮金家众人上锁，快佢出嚟。上锁？去边啊？公主，你请起啦。皇上话咗唔见你哋噶。三皇妹，三皇姐，三皇姐，皇姐，皇妹，五皇妹已经将一切告知。你再咁跪耐都唔系办法噶，你起身啦！起身啦！起身啦！嚟啊！起身啦！起身啦，公主！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，我哋同你一齐见父王啦！今次之事睇大，我唔想连累你哋啊！三王姐啊，我哋话过姊妹同心，其利断金噶。
你仲话个亲恩抵万金噶？系啊，喺呢个时候，我哋做姊妹嘅又点可以袖手旁观呢？我哋要见父王。二公主，皇上有令，任何人不得闯入。一个如果躝开啊！我哋要见父王啊！冇人可以阻挡。父王，我求下你啊！父王，父王，我求下你啊！父王。奉皇上口谕，传召四位公主及银屏四德入内。参见皇上。你哋打扰皇上，可知罪大啊？父王人命关天，恳请父王收下留情。今家一向忠于皇上，请父王明察。三和者同驸马一向夫妻情重，父王你就忍心佢哋天人相隔？我哋敢以性命保金家清白，求皇上明察，判别是非。求皇上开恩，莫开一边啊！父王啊，我哋大可以同吐蕃商议噶，我哋可以向六督察晓以利害噶。够啦！见到你哋几姊妹，终于能够团结一致，同心同德，一齐为超阳求情说话，朕好开心。但可惜，无论你哋做乜嘢，朕都唔可以随你哋所愿。黑下军国大事当前，如果朕只顾念亲情而徇私枉法，咁朕如何面对万千臣民？驸马即使系有罪，但罪不至死啊！即使要死，都罪不至全家株连。举头三世有神明，驸马今次出事一定系遭奸人所害，求父王查察，找出真相。咁多路负责法器运送，佢实在难辞其咎。如果朕唔俾吐蕃一个交代，两国不单止会惹起干戈，其他蛮夷小国亦会乘势而起。你哋唔使再求，翻去。父王，你唔赦免金家，我就唔走。求父王收回性命，求父王收回性命。朕心意已决。父王，点解你咁狠心？成大业必须有所牺牲，朕知超阳同金多禄已已绝，你可幸免于难，你又何必苦苦再纠缠？你就当同驸马缘尽今生。超阳唔系贪生怕死，即使要超阳同金家共赴黄泉，我都谂然无惧。我已绝，只系想求父王放金家一条生路。一家平安，抵不上天下百姓平安。儿女私情，点及社稷黎民百姓？孰轻孰重？超阳你都唔识分。父王，超阳，好男子何止千万？本宫为你另觅分配，唔好再烦扰皇上啦。朕说话至此。为咗大唐同吐蕃嘅邦交，金家一定要死。六使节已入宫，正前往丹池监察金家用刑。时辰快到，请皇上立祠监刑。马上用刑？点解会咁噶？父王，唔好俾佢离开半步。父王，超阳，你唔好令本宫为难。人嚟，守住个门口，唔好俾人入嚟。呢度所有嘅人，一个都唔可以出。我要出去。死啦！你估皇上会唔会真系想将我哋处死咧？唔使惊啊，小玉妻，官府都有三限啊。我哋未经审判，亦未曾食呢个鸡髀饭，亦冇画押，咁样判我哋死刑，于理不合嘅。啊，系咯，二嫂出马又点会搞唔掂啊？我哋一定冇事嘅。皇上咁锡超阳，每次有事总会逢凶化吉嘅，呢次都唔会例外嘅。国天未临，凡事仲有得谂。二家嫂一定会赶得切嚟救我哋嘅，我哋系积善之家，上天一定会保佑啊！冇事嘅，大家撑住啊！咁嘅环境，唔惊就假啦。皇上驾到。皇上都嚟埋，死啦！今次神死紧啦！二嫂咧？二嫂喺边啊？孙贵妃，我求你放行啊！皇命难违，我只系奉命行事。就算你赶去刑场又如何？
你以为皇上会在陆东湛面前放金家一马吗？既然是于事无补的，你再做任何的事只是徒添哀伤。即使一切难以挽回，我都想见驸马最后一面。我不会让你去的，一切后果由我承担。孙贵妃，你给公主见驸马吧。是了，孙贵妃，你和公主到底都有一番情义，难道你忍心看着公主和驸马阴阳相隔吗？我无能为力啊。你意气何在啊？当日三皇妹对你推心置腹，这个驸马都是你帮他找回来的。你见死不救，不帮口都算了，现在叫你走个方便你都不肯，皇命难违啊。孙贵妃，我不会连累你的，再不去就赶不及了。总之我说不得就说多无谓。三皇姐快点走吧。快点走吧，走路姐姐一切由本公主担当。咁多禄失衡失职，有损大唐与吐蕃邦交，朕就赐你哋独奏，还吐蕃一个公道。大唐皇帝大公无私，令陆东湛真佩服。我唔服，我咁多禄抚养无愧天地，我忠君爱国，此心可超人猿。乱党一事，我毫不知情。如果皇上以失职之罪赐死，我无话可说。但此事与我家人无关。咁多禄，你死到临头仲不知罪，上天且有好生之德，皇上金口一开，就连未出世的苏喊就要命丧阴曹，求皇上赦免他们的罪。求皇上开恩啊！我夫代妻死，死而无憾，我子代无死，亦要含笑而逝。祸是一个闯出来的，我死是理所当然，我不要你陪葬啊！事已至此，谁是谁非只有天知地知，我哋问心无愧，死落黄泉都理直气壮。你哋是金家的子孙，既然无愧亦无需足惧。姨娘，姨娘，奶奶，娘亲，我丁来喜能够有你哋几个好儿好媳，今生无憾。你哋都唔准喊，一滴泪都唔准流，我哋死都要死得有尊严，我哋今生有缘共聚，亦有幸一齐喺黄泉路上走一场。系，十八年后有一条好汉，我哋好快又可以来生再聚。系，金家精神，喊住嚟，笑住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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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喊住嚟，笑住走，要斩要杀，就只等皇上金口一开。人嚟，赐毒酒。好，我哋就笑住走。玉妻，但愿我哋黄泉路上再相逢。相公，我哋来生再续夫妻情。皇上，请你好好善待超阳。娘亲，多受渠劳未报，来生再尽孝道。二娘，我哋来世再续母子情啦。二娘，再见啦。媳妇谢过奶奶七年嚟嘅眷顾，全部都系我嘅好儿好媳，乖，我敬你哋一杯。公主，公主，你真系顶住啊！讲多次噶，一定讲多次噶，天有眼噶，一定得。you
上，金家众人已经气绝。以为安排死事炸毁吐蕃宫殿，破坏两国邦交，点知道九皇帝咁心狠手辣，宁愿牺牲三驸马一家性命嚟平息纷争。佢唔会次次都咁好彩。我哋嘅人马同兵器已随嫁娶物品车队嚟紧，呢两日就会过关入城。禀主子，四德姑娘求见，请佢入嚟。系。宇文公子，四德你揾我咩事啊？有件事讲出嚟，我知道你会好为难，不过我真系过唔到自己个关，先嚟揾你噶。四德究竟发生乜嘢事啊？我想取消婚事。取消婚事？咁嫁娶物品点算啊？一定要运嚟长安噶。究竟发生乜嘢事？你同我讲啊！金家遭逢巨变，朝阳公主骤然丧夫，大家愁云惨雾。我实在唔想喺呢个时候办喜事啊！你同公主情同姊妹，你为佢难过系理所当然。但系嫁娶物品已经喺运送途中，好难中途折返嘅。嚟紧呢段日子，我要陪住公主。我实在冇心情嫁娶喜庆，请宇文公子体谅，取消婚事啊！你嘅心情我好明白，信我，我会安排妥当，小心处理。取消婚事暂且唔好张扬，始终系皇上赐婚，贸然改动乃系大不敬。我会等待时机，将实情禀报皇上，相信皇上亦会体谅，唔会怪罪落嚟。咁，我嘅父兄家人，佢哋欢天喜地咁样嚟长安饮喜酒，我仲得妥善安排，免令佢哋担心噶嘛。咁又系。总之你就即管陪住公主，为佢分忧，婚嫁之事就交俾我安排处理。对唔住啊，系死得辜负咗你。我哋系有缘嘅，总会有一日共偕连理。所以急于一时啊！陆使节，朕祝你回国一路顺风。圣皇上贵言。今次乱党一事，朕已尽速处理，相信赞普会明辨是非，唔会有损两国邦交友好情谊。皇上行事果断，金家既已伏法，我敢担保两国情谊丝毫未损。好，请。朝阳参见父王，求父王为金家伸冤，还他们一个公道。朝阳恳请父王派人彻查事件，缉拿幕后真凶，为金家翻案，还他们一个清白。仲有咩好彻查？莫非三公转我哋吐蕃，冤枉好人，无孽无辜？冇错。金家系俾人冤枉，遭人诬陷，佢哋含冤莫白，死不瞑目，五尸六命，惨住人寰。求父王派人彻查，唔好令佢哋死得不明不白。你同朕收声。父王自细教超人做人光明磊落，是非黑白要分明。但父王今次为咗向吐蕃交代，草率拉人结案，未经严明查察就判刑处死，根本就系滥杀无辜。金都督失职失衡，责无旁贷，吐蕃十多条人命伤亡，铁证如山。起容抵赖，吐蕃有人命伤亡，罪魁祸首是幕后策划者，金多禄无辜被牵连，你哋徒以金家五口六命，妻持家罪，实在天理难容。吐蕃人系咪就系咁糊涂？系咪就系咁横蛮无理啊？公子，超人，你唔好以为朕对你痛爱有加，你就骄横任性，不识大体，随意辱骂上宾。唔通为咗两国邦交，父王就唔理公义，冤枉好人？有国自有家，你得失使节，破坏两国邦交，到时兵戎相见，生灵涂炭，后果堪忧。你如此莽撞，超阳，冇错，你对得住金家，但系你对得住大唐万千国民呢？超阳，你明唔明？超阳，明白。禀皇上，三公主求见。传。超阳叩见父王。免礼。超阳整咗五色元宵送来俾父王品尝，
超人今日言行有失，请父王见谅。呢碗元宵，朕系唔会食嘅。父王，你俾父王嘅唔系元宵甜汤，系割肉汤。朕果然估得冇错，你系要同朕诀别，要同驸马喺黄泉相聚。你接金枝，等同割去朕嘅心头肉。超人，你人心咩？超人冇得拣，父王灭金家，救万民，冇做错，错嘅系超人，超人错在生于帝王家。父王是一国之君，事事以社稷为先，家为次，但超人已嫁入金家，是人妻是人妾。超人答应过驸马不会让他上黄泉路，如今阴阳相隔，生不如死，请父王成全。不得，朕是不会让你死，没有朕预准，阎罗王都不敢收你。超人，清清翠竹，尽是发身，郁郁黄花，无非波爷。凡事都不能只观表面嘅，要知道花瓣零落非无情，落于尘土花春泥。朕所作嘅一切，无非都系想护花，想惜花啫。麻烦老板一阵间送啲名强过公主府。系嘅，系嘅。臣子一定要送到，今日系金家头七，等住用噶。放心，一定准时送到。你约咗银平喺边度等啊？午时喺喜庆楼，不过银平要去华光寺揾主持做法事，可能晏少少先到。公主，卜一卜。卜一卜，参见公主。免礼。今家嘅惨案我都略有所闻，请你节哀顺变。横睇掂睇，多禄卿嘅相都唔系咁福薄，咁短命。仲有啊，金家全家个八字我都睇晕晒，佢哋应该系家世显赫、大富大贵噶，点解会遭逢灭门之祸，全家死清光嘅呢？睇嚟我真系学艺未精，睇相又唔靓，算八字有错。我真的要明金收兵，将啲零零杂杂掉晒落井先得。一日最衰都系嗰个陆东赞。你讲嗰个系吐蕃使节？我曾经恳求父王，求佢彻查清楚，还金家一个公道。但父王因为要礼待来使，顾全国体，唔敢得罪陆东赞。为咗平息纷争，就要金家牺牲。使节系一国嘅尊严，真系唔可以得罪噶。如今本公主夫家被灭，剩低我孤身一人，我仲有咩好怕？我中意拿边个就拿边个。宇文家族真系厉害，每日都有嫁娶物品运嚟长安，真系大阵仗。我同宇文公子讲咗退婚噶，佢都应承妥善处理，点解仲会再运嫁娶物品嚟长安嘅？好，汉父嘅密函话一切只待伏击成功，陆东赞一死，大唐同吐蕃定起干戈。到时汉父就会乘虚而入，大军压境。我哋最后一批人马同兵器已经进入长安，最快今日下午可以行事。有南征大将军你统领策划，今次定必一击即中。呢阵骚味，家乡嘅杨枝奶。黑汗知道主子你潜伏大唐多时，一定好怀念家乡嘅食品噶啦，所以特登运嚟杨枝奶俾主子你享用嘅。好快，好快就可以功成身退，翻家乡见汉父。祝我哋复国大业一举成功，一举成功！嚟，禀主子，超阳公主同四德姑娘求见。你同佢哋讲，我无下接见啊。系，无下都要见噶啦。草民宇文杰参见三公主。免礼。我哋正忙于商议家中业务，所以至维持拒见。希望公主同四德，你哋唔好见怪。宇文公子，你答应我取消婚事，但系点解我仍然见到嫁娶物品运入长安嘅？哦，
因为我嚟唔切通知佢哋折返啊，所以我打算稍后禀明皇上取消婚事之后，再将礼品送出作慈善义卖之用嘅。原来系咁，咩味咁骚啊？哦，可能系我哋头先食羊肉煲味浓味散啊，嚟换嗰啲心茶啦。四啊，我哋唔好阻住宇文公子商议业务，我哋走啦。好啦。诶，公主你何以走得咁急啊？你唔想睇清楚萧静嗰啲系咩印鉴？我唔系好明白你咩意思喎，宇文公子。咁就等我话清楚俾你知，你见到嘅系特厥文，系我哋竭尼克汗嘅玉玺印章。心美丽，自信想能目空一切，伴你走，纵千载百年也会信守一世，爱到底，似金坚存万世。就算千金不可买愉快的美梦，开心都可感染，艳阳照片清风都暖。许个愿，还是有个